你经常做事业才会成就，没有障碍啊。这个世界不是光人的世界，有这么多痛苦的众生啊，甚至没办法，我们这个社会天天有人杀猪啊、杀牛啊、杀鱼啊。各位，动物不是死了就算了，如果死了就算了，我们人死了也就算了，干嘛拜他超度他？死就是痛苦的解决，不是？死后有轮回，生命死后都有轮回。那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，我们了解这个，所以我们要负责超度，帮助他们啊，我们施食给他们，超度他们，这叫什么？念一下：阴超阳泰，国泰民安，一切吉祥啊！如果你各位愿意这样子做，你要开，你今天要上高速公路了，要开车了，窗户打开，外面洒点水啊，布施甘露水，你只要放杨柳枝啊，布施甘露水，然后呢，甚至呢，哎呀，七颗米念个辨识咒撒出去，然后这条高速公路啊，你来开就平安了啊！所以各位最好在车上有贴一张佛像，要开车了。南无佛，南无法，南无僧，愿三宝加持，开车平安。然后马上窗户打开，洒一点水，下施众生，上供下施做完了，那你这样开车平不平安啊？做事也平安。哦，今天是开店了，店门打开，供一支香，南无大悲观音菩萨啊，先供养三宝啊，供养完以后，门口给他洒一杯水啊，点个香，下施众生。那你这样觉得今天事业就很顺利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接下来呢就要尽人力了，靠你自己的人了。但是你智慧很高啊，但是你障碍很多，没有三宝的加持，还有众生障碍你啊，这些鬼道冤亲债主障碍你，你做不了生意了。修行呢，一打坐就生病，一读经就头痛，障碍就来了啊。甚至经典说，一点灯，各位，你点日光灯什么灯都要念三个字，跟我念 Om Ah Om， 刚刚念过。你一念 Om Ah Om， 有一种鬼叫一记鬼，你只要点灯，点什么灯，鬼就会附在灯上，然后让你打瞌睡，一直让你打瞌睡，没有办法读经典，没有办法用功。所以你一定要念 Om Ah Om， 清净了，这鬼离开了，这个灯会让你精神更好。所以各位修行一定要依教奉行哦，佛经这么说，我们绝对不要不理他，要有信心啊！所以来，我们现在要第二普招请来四十页，我们今天把他们请过来，因为我们挖土啊，挖土啊，那些土地神啊，然后用了水啊，树木都有附着那个树神呐、啊，然后呢，我们都要把他超度了，令他快乐了，甚至他住在里面做大护法。哎，那我们这很快乐，所以我们人要得到快乐，我们也要让他们得到快乐。来，右手拿出来，我们要招请啊，跟我念：那么波波地里切里多里蛋挞一堆，来，要观想啊。哦，在深圳的，哎呀，在我们啊大连的，甚至在韩国、日本的那些受苦的众生，通通来哦。今天要法会哦，开光啊，超度哦，所以我来念啊，各位这样想，他们过来接受法会，来就解脱啊。那么波波地利切利多利达那耶对，那么波波地利切利多利达那耶对，那么波波地利切利多利达那耶对。然后既来之则安之，大家不要吵架啊，大家和平相处。要念解冤咒，解冤咒就是这样，大家吵过架，赶快化解开啊。嗡善多来切多萨波赫，各位以后看到路边有人在吵架，夫妻在吵架，你就要赶快这样念，来一起念：嗡善多来切多萨波赫，嗡善多来切多萨波赫，嗡善多来切多萨波赫。这个叫打手印，我们修行啊，手要打手印，嘴巴要念佛诵经持咒，心里要不离开菩提心啊，要这样修行，那你的身口意才会圆满啊，将来功德事业才会成就，通通成就了才能利益众生。那么他们既然来了不吵架了，但是身体好苦啊，嘴巴被锁住，煎汤鬼就是嘴巴像针啊，像蚊子的针啊，一点点东西也喝不下去，吃不下去，所以你要把他的喉咙打开
啊，身体的火消灭掉，那些鬼道一晒到太阳啊，身体就冒烟了。我们刚刚念阿处如来了，佛光加持了，然后现在给他洒甘露水，他们的身体就没有火了，喉咙打开了，很舒服。然后有水的人呢，就用倒数第二支这样点一点，点一点，乃至有些法师前面有个喷水枪，里面放杨柳枝，放甘露水，一喷在空中啊，变成无量的月亮的光，把他们的身体消除了，喉咙打开了，好舒服啊！所以来跟我念，嗡，波波地里，切多里，丹泰对，哦，点点水，我喷喷水。好，我们要念三遍啊！各位有水的就点点水，乃是用观想的啊，或是你水倒一点在手上，这样点一点。嗡波波地里切多里，丹泰耶多耶。嗡波波地里切多里，丹泰耶多耶。嗡波波地里切多里，丹泰耶多耶。哦，就这样啊，他们就好快乐了，全身呢、啊、都没有火了，喉咙打开了，好快乐了。那这样怎么样？布施食物给他吃，要念辨识咒啊！各位要不会念辨识咒，我们每一个出家法师都会念的、啊，我们天天要念的啊，每个人都会背，把食物变成他们可以吃哦。所以来，右手拿出来，跟我念这个辨识咒：那么，沙瓦，丹他耶朵，瓦罗之地，嗡，三本来，三本来，轰。念这个三本来就食物变好多好多好多，弹出去到了莫斯科，到了任何地方。再念那么沙瓦丹他耶朵瓦罗之地嗡三本来三本来轰。所以来前面有食物哦，哎，要观想。各位以后身上都带一包米好不好啊？走到哪里就拿七颗念一念，给它撒出去，放在树下。哎呀，你到处撒黄金啊，到处布施啊，到处快乐啊。所以来观想这些面饭粥遍满整个世界，非洲、印度、美国都是我们大家的布施啊。来，那么沙瓦丹他耶朵瓦罗之地嗡三本来三本来轰。再来各位麻烦我来念，各位眼睛闭起来观想，在你家周围啊，在我们的家乡啊，都充满了一切最好吃的这些食物，要布施给当地的那些孤魂野鬼啊、树神、土地神啊、冤亲债主啊，甚至被杀掉那些猪鸡鸭鱼啊，布施给他们，令他们超度，不会恨啊！你要这样观想，遍满一切。那么说，我的那一朵，我的这里用三不来三不来哦。那么说，我的那一朵，我的这里用三不来三不来哦。那么说，我的那一朵，我的这里用三不来三不来吼。好。再来，我们要布施水。来，各位手印是这样，你要观想你的手啊，出现了各种各种的好吃的水、牛奶啊、雪碧、乌龙茶，你想什么就变什么。但是你要加咒才行啊，念这个咒，水就变成无量无边。那有水了就洒几滴，各位念：那么，娑罗婆诶，丹他耶朵，大智朵，嗡，娑罗娑罗。本来说了，本来说了，沙婆诃，然后洒几滴水在地上。佛经说，你只要洒一滴水在地上，就会变成十个国家的这么多的水，来满足每一个鬼道。每一个鬼道啊，我拥有十个国家的水，所以他心里就不会怕了。你要超度他就容易了。各位，咒的力量，佛的力量，不可思议，你一点都不要怀疑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麻烦各位，当你拿起水杯要喝水的时候，当你拿起水杯要喝水的时候，先怎么念？供养三宝。哎，你水马上做功德。然后呢，用你的倒数第二支啊，就拿一滴水跟我念：下施众生，嗡阿哄。啊，你要不会念就念嗡阿哄。我希望各位，如果你不会念，每天要出门前把这个手念一念。那么说了不会单单都打字龙说了说本来说本来说了差不多吹口气，你手已经得到加持，手去碰水都变甘露水，下施众生。要这样观想，然后要马上要拿起来要喝吗？还不行，要观想什么？师父坐喉咙啊，观音菩萨坐在我喉咙啊，哎呀师父啊您喝啊，供养师父。
然后呢，这个水流到身体啊，谁喝？身上84000虫喝啊，你们喝啊，不要作怪啊，不要让我脚痛肚子痛啊。啊，我们身上有84000虫啊，所以你杀一只生命等于杀了84000生命啊。你看，所以你喝一杯水，供养三宝，下施众生，供养师父，下施内在的众生，外在的众生也布施的，身体内的众生也布施的，这样容不容易生病？你就不容易生病。哎，你不要惹恼他，他一下就被你癌细胞，一下给你附在肾脏叫你洗肾，一下来弄在你骨头里叫你这边骨头酸痛，你就痛得不得了啊。但是你每天要把这个身上的这些众生都给他安顿了，所以这里面有没有我在吃啊？从来没有一个我在吃饭，我在喝水啊！你要练习这种无我的日常生活，下施众生。好了，水布施出去了，然后现在各位要观想，他们又吃又喝，好乖乐啊！要念普供养真言，在40页的下面，按音音呐，三波瓦，瓦之来后啊，然后边念三遍，然后观想食物啊，他们又吃又喝，好快乐啊！美国的众生、印度的众生啊，通通吃的好快乐。来，按音音呐，三波瓦，瓦之来后。安夜夜郎上波哇哇子来吼，安夜夜郎上波哇哇子来吼，然后就把这个放在没有太阳的阴凉树下，有三种树不能放，跟我念：杨柳树、石柳树、桃树。这边没有看到什么桃树、石柳树，但这边很多杨柳树。杨柳树为什么不能放？因为杨柳树有观音菩萨的护法神在那边，观音菩萨以杨柳枝度众生啊，所以杨柳树就是观音菩萨的显现，那些小鬼不敢过去。但是杨柳树有什么功德呢？当杨柳树长长了，碰到水，水都变成甘露水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在水池旁边多种杨柳树，非常的慈悲，风一吹啊，杨柳一碰到水都变成甘露水，因为杨柳枝是观音菩萨的显现。然后各位如果以后不会念咒，就直接把杨柳枝放在水里面，都变甘露水，走到哪里哦，洒甘露啊，很快乐的啊。所以因为杨柳枝在这里面呢、啊，所以杨柳树下不要放，就放在阴凉的地方，下施众生，然后希望他们都没障碍的可以吃喝。所以第41页要念什么？施无遮啊，毫无障碍的他们都可以吃到。那现在是早上啊，我们一起念，来念早上41页，来，法力不思议，慈悲无障碍，七力遍十方，普施周沙界，嗡度利益说哈。各位，三宝的法的力量不可思议啊，你的慈悲心变成无障碍了。哦，现在南非有水灾，哦，现在越南有很多众生受苦，你只要观想我现在的米、现在的饭要布施到南非，慈悲无障碍，七颗米、七颗饭普遍十方，普施整个世界。然后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呢？因为你念咒了，嗡度利说哈，然后最好加手印。来，请看前面，右手就朝下，一切的食物、水就从你手流到了整个中国、整个世界，然后念一遍，最好转一下，就一直观想念嗡嘟哩嗦哈。来，我们念七遍啊，各位麻烦你慈悲的观想，无障碍哦，遍一切处。来，嗡嘟哩嗦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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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嗡嘟哩嗦哈，嗡嘟哩嗦哈，嗡嘟哩嗦哈。然后三坛子食物飞得好远啊，他方世界。来，一二三，然后哇，他们吃饱了，又得到加持了，最好给他们念佛。来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多宝如来，南无妙色身如来，南无广博身如来，南无离部位如来，南无甘露王如来。然后呢，
佛一加持他们，他们永脱离三恶道。所以每个寺庙门口将来都会放一个柱子，上面写着七佛如来，放米给小鸟吃，小鸟过来，最后一次做小鸟，把食物放在上面，鬼道一过来啊，然后他们永远脱离三恶道啊。然后呢，愿他们赶快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们念回向记，来第九，来四十一页，来一起念：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那如果你有时间呢、啊、就帮他们念心经啊，大悲咒啊，念你所懂的经典佛号咒语啊，一直跟他们结善缘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是每天在家里甚至到佛堂来，再念一次上供三宝下施众生，哎，每天都很快乐啊。所以我希望这个甘露寺十一鬼，我今天讲的比较仔细，花了一点时间，希望各位天天做好不好啊。哦，各位就变成大菩萨，整个世界的苦难因为我们而减低了。你走到哪里都撒一点甘露水，每天都要喝水的嘛，每天都要吃饭的嘛。所以你拿七颗饭、一条面、一块小小面包，念一念给它放在树下，对自己有无量的功德。光念甘露水有16种功德，嘴巴永远香，外表好看，气色好。光念开咽喉咒有10种功德，永远不会堕落三恶道，衣食无缺啊，不会中毒，外表漂亮，气色好。光念辨识咒有20种功德啊，20种功德。所以你要是经常这样去做，你就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自己就显现了一个修行者的慈悲。所以各位呢，从今天开始，看到地上有蚂蚁不要踩死它，哎呀，拿一些饼干给它吃啊，糖果给它吃啊，给它念个阿弥陀佛加持一下这个糖果，然后呢，他们只要吃到这个糖果永脱离三恶道，你快不快乐啊？快乐，对我们来讲轻而易举，但是分分秒秒都在修慈悲心。因为你修了慈悲心，你才会有力量啊，生命的力量来自于慈悲啊。当你看到众生苦的时候有感觉了，这个叫悲悯心。当你付诸行动了，这个叫慈悲了。那你有慈悲，行为反作用力。各位，人的命运是掌控在什么地方呢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所以行为主宰命运。今天你布施10块钱帮助别人，那就是你将来多赚10万块的因呐、啊！啊，今天你布施饭给出家人，这就是你身体有力量，父母亲增福增寿的因呐、啊，供佛斋身呐、啊！啊，今天你救一只鱼，让它不要被杀，这就是你延寿12年的因呐、啊！所以呢，每个人都在积功德。那我刚刚讲了，佛是我们的无上福田，这个世间有三种福田，各位一定要种哦，背一下来：恩田、敬田、悲田。恩是什么？感恩呐、啊，爸爸妈妈、国家对我们有很大的恩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孝顺爸爸妈妈，尊敬领导，爱护国家，这个叫恩，我们要感恩这个恩田。再来呢，各位念敬田。哦，三宝观音菩萨对我们的恩呐、啊，所以我们要尊敬的供养，这叫尊敬的福田，每天要供养福田。再来呢，念一下悲田，慈悲的福田，这些流浪狗，那些可怜的人，鬼道众生，生病的人，布施药给生病的人，你身体生生世世健康啊，布施钱给贫穷人，你生生世世大富贵，布施衣服给没衣服穿的会冷的人，你生生世世不怕冷，外表好看。哦，我们又有出家人要出家了，师父你要出家，出家的衣服袈裟我来供养你，你七世升天，生生世世衣服漂亮啊，因为出家人穿着出家衣服袈裟特别庄严，甚至佛的身上哦要贴金，佛的身上要盖庄严的布，我们也来布施，你生生世世好看。所以这三个田各位要做啊，再背一次：恩田、敬田、悲田。而且佛陀说这三个福田哪一个功德力最大呢？跟我念一下：悲田第一，慈悲的田功德最大。
放生啊，为什么力量那么大？大堰口、大蒙山为什么力量那么大？大家有钱，地震赈灾赶快帮助，悲田。但是在我们的眼睛左右，事实上都有随时的众生在受苦啊。所以各位坐在那边，那些小虫飞过来了，吹口气，我帮你念阿弥陀佛啊，也让你接触到阿弥陀佛啊，啊，所以身上啊念了很多咒，大悲咒，你飞到我身上，你敲一下，你脱离三恶道，啊，所以各位呢，对他们都要有一个慈悲心，来帮助他们，让他们离苦得乐。好，我们上供下施做完了，那我们来唱佛歌供养，好不好啊？唱佛歌很重要哦，来，请各位翻到各位的佛曲上面啊的145页，供养145页，又上面布施经及业报差别经说什么呢？145页，恭敬心，布施音乐，供佛得殊胜的福报，有什么福报呢？将来声音清晰美妙，而且声名远播，你要做个出名的人吗？啊，也做影歌星啊，做老师啊，包括做法师都要有知名度啊。你有知名度，你将来度众生方便啊，啊，又要声音好听，再来了知前生的情况，你又可以慢慢的知道你的过去是做梦啊。我老实讲，我有的福报，我从小做梦就梦到经常在寺庙看到和尚，哎呀，原来我过去是个和尚啊，所以我第一次回到我们福建泉州的开元寺，我差一点都吓坏了，原来那个是我每天做梦的地方。我想说，我跟我爸妈说，哦，我上辈子家好大，我上辈子那个客厅好大好大，每天晃来晃去，一知道，哎呦，原来是泉州开元寺啊。所以我因为做这个梦，令我对佛教、对出家有了很大的信心啊，甚至有人跟我讲，所以多唱佛歌。再来，说话受人敬爱，常有宝盖以至庄严，璎珞就漂亮的东西啊，黄金珠宝啊，以为服饰。更重要，各位小姐要漂亮吗？面貌庄严，见者欢喜。昨天赵元大和尚说，岂止女人爱漂亮，我们做和尚更要端正啊，你给我照相照不好，我找你麻烦。每个照相都站在和尚，我要给你照好啊，面貌庄严，见者欢喜啊，啊，所以你要多唱佛歌。当然你要唱佛歌，脸庄不庄严啊？自然庄严，有大福报，命中升天，速证涅槃。什么叫涅槃啊？解脱了，没有痛苦了。所以145页下面，供妙音乐10种功德，我们一起念下来。一，身相端严，你看身材好，长相好。第二，见者欢喜，有人缘。第三，音声微妙，好听啊。第四，言辞和顺，说话口才好。第五，肢体四月啊，将来手脚清利啊，到了70、80岁、90岁还可以爬楼梯啊，啊，还可以做事。第六，远离嗔恚，不容易生气啊，啊，以大悲心唱佛歌，你那个气就不见了。第七，我最喜欢的，庆喜多闻，很喜欢听佛法，而且都背得下来，叫多闻。第八，崇贵自在，身份高贵，人家尊敬你，用钱自在。第九，命中升天。第十，速证功德圆满，烦恼即灭，叫圆寂成佛了啊。所以供养妙音乐有这10种的功德。来，我们要把功德回向，来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。好，那等下要用五斋了，要用之前，来，我们先观想供养，那这样各位吃得更好。来，供养佛，供养法，供养身，供养一切众生。然后吃什么东西都要念一个咒，叫解毒咒，你就不会中毒，不会有传染病。来，三不赖切多，三不赖切多，三不赖切多。好，阿弥陀佛。